原标题：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推出服务新举措，移交地方军队离退休人员就医享受优先优待。近日，某部退休干部许世军到联勤保障部队第909医院看病，在医院工作人员引导下，挂号、就诊、检查、取药等环节一路享受优先，整个就诊过程比以往明显缩短。许世军告诉记者，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后，我们与现役军人一样享受优先待遇。记者从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军队离退休人员在军队医院就医服务保障工作，从今年2月1日起，移交政府安置管理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在军队医院就医，持离休干部荣誉证、军官退休证、文职干部退休证或士官退休证，可以与同职级现役军人享受同等水平的优先优待。这项新举措实施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采取电子屏幕播放、悬挂张贴、放置桌台等方式，依托强军网和院内局域网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政策宣传，利用院周会、科室交班会时机组织医务人员专题学习，加强对导诊台、挂号窗口等一线服务人员的教育引导。此外，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还指导所属医院及时更新军人诊区挂号收费系统，并向前来就诊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开放军人诊区、军人病房，全力做好军队离退休人员医疗服务保障。赖于红、郭静，新华社多哈12月31日电，记者杨元勇。巴基斯坦四艘军舰2018年12月31日抵达卡塔尔哈马德港，将与卡塔尔海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军舰将以卡塔尔海军在公海和卡塔尔专属经济区举行联合演习，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密切两国关系。巴基斯坦驻卡塔尔使馆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舰访问卡塔尔，目的是加强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提升两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关系。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将领还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两国长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两国签有多项军事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包括巴基斯坦帮助卡塔尔培训空军军官等。原标题：北部战区空军创新军人心理服务工作模式。空军首个互联网心理服务平台运行。1月中旬，北部战区空军依托其刀尖舞者微信公众号开设互联网在线心理服务平台。该平台以其私密性强、实时互动方便等特点，受到广大官兵及家属好评。据悉，这是空军部队心理服务工作的一次创新性探索实践。据介绍，为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平台辐射面广、自主性强的优势，打造战区空军开展心理常识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新平台，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将党委机关网、刀尖舞者微信公众号和心理服务热线三合一，特邀来自陆军、火箭军等不同军种的军内知名专家，吸纳战区空军36名心理服务专家骨干参加，同时安排15名栏目编辑负责信息保障、网络运行等工作，构建起内网外网结合、线上线下互动、教育疏导并进的心理服务体系，面向全区部队官兵及家属开展在线心理教育和服务工作。依托刀尖舞者微信公众号开设的咨询平台，开设值班专家、心理常识、心理测试等板块，官兵可通过留言咨询、在线咨询等方式向心理专家咨询。
栏目编辑可通过心理课堂等板块推送心理教案等内容，方便官兵进行自我调试。1月17日，正在北疆边陲执行训练任务的某部战士小王，面对严寒环境带来的身体心理双重考验，一度出现压力情绪。他通过互联网在线咨询、电话咨询等方式，及时疏解了不良情绪。该心理服务体系立体多维，功能互补。上线运行后，每天都为基层官兵提供心理咨询服务。通过信息反馈、现地服务、定期培训等制度机制，也为战区空军专兼职心理服务队伍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刘汉堡、李建文，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国际观察美欲退出中导条约危害几何。新华社记者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称美国将退出该条约。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其在发展核武力量上少了一道紧箍咒，长期来看，此举将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风险。指责违约，特朗普20日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动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他指责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条约，称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美国没理由一直遵守条约。美国未来会发展那些条约中禁止的武器。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苏于1987年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至550零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0日启程访问俄罗斯等国。美媒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博尔顿此行的一大任务就是告知俄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美国此前曾不止一次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今年3月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后，美国政府就曾针对咨文中关于发展导弹力量的内容指责俄罗斯违约，俄方则坚称美方指责没有证据，还反指美方违约。俄国防部官员5月曾表示，美国为发展自己的反导体系，生产了一系列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作为靶弹使用，这些导弹就飞行距离等战术性能指标来看属于中导条约禁止的范围。此次特朗普宣布退约后，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对俄来说不是意外。俄外交部网站则刊登评论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即这些国际条约没有给予美国特权地位，另有图谋。美国的类似退约行为已非首次。此前，美国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反导条约的失效解除了对美国的约束，为其大张旗鼓的研制、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彻底扫除了障碍。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执意退出中导条约，除了特朗普给出的不满俄罗斯违反条约的官方理由外，更重要的是想借机替自身松绑，为未来继续强化核武力量扫除障碍。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梁亚斌认为，美国决定退出中导条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条约只限制美俄，其他大国没有加入。二是美国政府认为现在是大国竞争博弈的时代，而中程导弹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武器。他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有意将战略核武器向战术核武器转变，将核武器小型化、
智能化。退出中导条约便是核武器战术化的具体表现。特朗普政府谋求提升核武能力的意图在今年年初已见端倪。美国防部在2月发布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称，美国应研发更多种类的核武器，丰富核打击手段，提升核威慑，确保核能力无可匹敌。报告一出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忧虑。美媒评论说，美国此前一直没有退出中导条约，除因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国反对外，更在于此前的美国政府担心